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孩子，天不亮已经摸黑走了20公里路，2个小时只是为了触碰知识的启蒙。在中国的很多偏远地区，很多儿童都还在忍饥挨饿，5岁的姐姐照顾2岁的弟弟。对教育的渴望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梦想，就像城里很多孩子梦想当宇航员一样。扶贫首先要扶志，让孩子们能够尽可能地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，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。今天是第一届红鼻子节着陆中国，希望大家都带上红鼻子，感受并给予这一份爱，让辛酸泪都化作爱的源泉，流遍千山万水。希望可以用我们力所能及的呼吁方式，给需要帮助的儿童带去一缕希望。